慈济志工的到访是逗逗阿嬷最期待的一天。啊，你每个礼拜才给我看，拢等一天，足欢喜哦，透早落来坐，等讲师姐足熟悉。他也曾是台上的一员，因为腿骨退化，行动不便，现在很难出门做志工。欢喜做了，啊，看到安尼足伤心。 没当过来，跟恁做，就安尼就无。上人提到的寿量保障，让他破涕为笑。阿尊三无诶，中年正好，迄50岁迄经验吼，咱也提出来用。懂得长照中心里，老人家们的心，慈济志工每一次到来都要把欢笑声带进门。由社区里婆婆妈妈们组成的舞蹈团也一同来助阵。有一天的时候。 我们也会老呀，那我们老的时候也是希望，这个别的社会团体也会来关怀我们，将心比心，传递正能量，相信有爱就不孤单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邱宇娟、曾博祥台报道。